被打出16支安打，有21次的三振演出，丢掉7分，其中有4分是自责分。这球打到中外野防区，稍微到摆在稍微外角的部分，又用一个变化球让吴东荣挥棒。我看到这个外角变化球让吴东荣挥棒落空，蔡一鸣。这个速球直接 K 掉了打者，陈炳志上来投。